今天都跑跑小蛋，赶紧把分儿涨涨，要不然的话，这分儿你一天不跑它又掉。现在北京这种市场很少见了。5691。好。57元。好了。啊。您好，有个收件码。好。嗯。447。447。359。359。好，可以了，再见。刚下楼就来一单，还没出小区呢，24块钱，12公里。嗯，你好，哎，闪送。嗯，就这个是吧？嗯。哎，这个能打开拍一下照吗？可以可以。哎，好。好嘞。嗯，有个取件码。嗯。64534。你是不是吧？哎，对，好，到这个酒店的啊。好嘞。好，再见。27分钟，送完24块钱。跑了三单。今天我估计又是完成不了任务了。哈哈，太难了现在。没有单啊，关键是我派了个起步价的单到眼镜店，一个眼镜店送到另外一个眼镜店。您好，老板，闪送。我记得用了，他配的是七效的。啊，尝尝尝尝。6.7的。啊，那个码。到时候再说，我先把这个什么弄了。嗯。499328。328。好吃的，取完了，是一个镜片，咱们赶紧给人送了，这离得很近，就2公里，几分钟就到了。啊，这其实跑这种小单，如果你能连续着跑也行啊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挺爽的，到北平路的，跑完这一单，然后正好到天通苑那边。然后那边又有单了，多好！91380。哎，913800。好，可以了。嗯。是吧？对。嗯。202。哎。啊。还是刚才取件的这个地方啊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吃饭。太饿了，快1点了，先吃了饭再干活。嗯，这里面有很多吃的，非常实惠。这是你的。老板，嗯，在这吃。来吃两天。嗯。多来点米饭。嗯。谢谢。哎，我来个这个。哎。嗯。来。来个土豆丝吧。哎，来吧。来个这个。哎，再来。啊，还有那个豆皮。哎，要烤肉的。要烤肉的。要那个孜然的。孜然烤肉啊。啊。要洋葱。别叫。放一点辣椒啊。哎，好。泡点肉汤。嗯，不用了。要是饭多，你要觉得干就来泡了啊。哎，好嘞。京东收款，全干呗。来，我来个汤行吗？汤有。这个美女看一下，花这个牛肉粉了，这汤土豆丝都可以做了啊。是下一份热汤免费，加美女。吃完再来。好嘞，啊，谢谢啊。看看这一大碗。加一碗汤，然后不够了还可以加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到这边来吃吧。到这边来，这边我坐这儿吧，这边人少一点，是吧？哎呀！嗯，哎呀，嗯，这一大碗14块钱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你觉得可以的扣一，觉得不行的扣二。好了，我现在该吃了。
这一大碗吃完还不够，还能加呢。这一大碗吃完了，用了十分钟左右。这个，哎呀，天天都能吃就好了。那可惜我不能天天来，来一次不容易，赶紧吃吧。这个饭点人家都在忙着送，啊，我在这吃东西，有点过意不去啊。我们吃完了赶紧干活。来了一个烤鱼，一个神话烤鱼，这家我之前不是老去吗？又给我派了一个全餐了，一个烤鱼，然后水、米饭，还有一些小料。这烤鱼这一单送的是一个村子里，村子里面找地方可能不太好找。我看看是几号，527了。3 5 3，哎呀，哇！再看看这个，528了，还真是不好找。365了，哎，快到了。362，366，这边吗？不好找啊，366，372了，我去，366，哎，大哥，你好，367号，您知道在哪吗？367啊，这边前面是366，然后到这儿我就看不到367。这是373，这是373了，啊，那是366。他这边的号我都不知道住的，啊，是吗？按说应该是挨着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不挨，不挨呀。那我再找找吧。哎，您好，您知道367号是在哪吗？367号。这边是366，但是我转了一圈也没看到367。往那边看看。那边也不对，那边号就小了。嗯，好好好，我再问一下。367 365 365，快出啊，这边呢，这儿多少号？365。这是多少呀？哦，这就是367了，在这儿呢。啊，哈哈，二单元。哎呀，终于找到了，原来就在这儿啊！我刚只不过是没来而已，我就直接就绕到那边去了。哎呀，你说我这脑子，真是。不过这种村子确实是不好找啊。啊，能找到就不错了，找着可费劲了。哎呀，我自己都服了，我自己都服了，请别再给我派村子的了。这人送了23分钟去，太尴尬了。接单验证。哎，我这都快跑了8单了，给我来个接单验证啊！也不知道这闪送是怎么想的。现在这一阵没单啊，没单的话，我们就先来把每天该做的事儿做了。先测核酸，一天不测都不行。16:00，摄氏度。来。这会儿给了我一个20公里的单，终于像那么点样子了，35块钱，到了，非常虾。这家店，昨天我还来过，就是我那个给一单给人代购的那一单，还记得吧？就是来这儿给人代购的。然后这一单我估计是人家退货的，这应该是退的吧？
经放这了啊。从那个龙月苑过来的。嗯，好。看到没有？还没走呢，还是在这个店门口呢，还没走就给来了一个文件，9.9公里，10公里，20块钱，开始配送。你好，闪送，是这个。对。到那个远洋天地的，不是我下单的啊。嗯，行，你有码就行了，有个曲线码。950998。啊，好嘞。那个里边是一张画，你别给扯了就行。好，不会的，放心吧。好，再见啊。嗯，这单，真是够意思啊。进这个小区不让骑摩托啊。不让摩托进，然后呢，这个楼是最远的，离这个进门最远的一栋楼，光走进来就走了，我看到现在快10分钟了，然后就是这栋楼啊，很远，还没出小区呢就给来了一单鲜花单。从这出小区还得至少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，这个小区真是浪费时间呢，来这儿，我估计外卖员都不喜欢来这个小区，呵呵，太麻烦了，又大还不让骑车进。取了一单鲜花，看看我，看看人家这个包装多好，这样我也好送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就在这儿，在这草坪这一堆人在那玩呢，这儿。哦，行，反正是在2楼是吧？啊，行，好嘞，啊，好。有多少？6919，不是，6位数字。对。好嘞，可以了，再见。哎呀，玩的好嗨呀！哎呦，又来了。怎么又是花？又来一个花，到朝阳区南湖，这是哪儿的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下去再看吧，再送吧，接着搞。1号楼四单元1201，对吧？中间人是风格雅言，1号楼四单元，中间人是，不会是算情吧？这个薛先生啊，1311，这个电话有可能是错的，有可能是虚拟号。恋人鲜花店啊，不会是算情购买的吧？就是地址是对的吧？不是，我们下午，哎，这我卡住啊。地址没有问题吧？啊，那就行了。好，好，我们下午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哎，哇，又来一单，餐饮。这是去哪？这紧接着又来一单。哎呀，去一个外国语学校，我看看。哎，不错不错，你看这两单都不错。这个你看，刚才那个是鲜花，是从东四环这个通惠河这边，然后跑到望京这，然后又从这一单派的又从望京往顺义这边走了。当然这属于朝阳啊，就是往顺义方向走了。然后我再往这边走的话，我就到家了。慢慢的就给我顺回家去了。
这个闪送怎么这么了解我呢？越来越了解我了啊！闪送越来越知了解我，我是怎么想的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今天拍的饭还行，值得表扬。我们现在赶紧取件儿，到了这儿可能也就没单了，没单的话我就往顺义跑一跑，然后跑有单就跑跑小单，没单就回家了，是不是？多完美！